各位转来兄弟姐妹早晨，今日是常年期第二十九周星期三，弥撒经文分别在第五同埋四十八页。今日的弥撒意向是为流宅的谢恩。天主，我呼求你，你必应允，求你侧耳俯听我的倾诉，保护我，有如眼中的瞳人，让我在你的护翼下藏身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我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现在我们大家凝聚虔诚的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完全能的天主，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圣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圣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常常乐意履行你的旨意，诚心诚意地侍奉你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读圣保禄中途至厄弗所人书。弟兄们，相信你们必听说过，天主的恩宠为了你们而赐予我的职分，就是藉着启示使我得知基督的奥秘。你们照着读了，便能明白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了解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中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不像现在一样，即圣神已启示给他的圣宗徒和先知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藉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承继人，同为一身，同为恩许的分享人。至于我，我依照天主大能的功效所赐予我的恩宠，作了这福音的仆役。我原是一切圣徒中最小的，竟蒙受了这恩宠，得向外邦人宣布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福音，并光照一切人，使他们明白从永世以来，即隐藏在创世万有的天主内的奥秘，为使天上的率领者和掌权者现在藉着教会得知天主的各样智慧，都是按照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所实现的永远计划。所以我们只有在基督内藉着对他所怀的信德，才可放心大胆地怀着依持之心
进到天主面前。上主的话。你们要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吸水。你们要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吸水。看啊，天主是我的救援，我依靠他，绝不畏惧，因为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歌颂，他确是我的救援。你们要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吸水。你们要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吸水。你们应称颂上主，呼号他的名，将他的作为宣告于万民，称述他崇高的名号。你们要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吸水。请歌颂上主，因为他行了显赫的事，这事应该遍全天下。希翁的居民，你们应欢呼高唱，因为以色列的圣者在你们中间是伟大的。你们要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吸水。哈利路亚。你们要醒悟，你们应该准备，因为在你们料想不到的时辰，人子就来了。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，如果家主知道到七何时要来，他必要醒悟，绝不容许自己的房屋被划穿。你们也应当准备，因为在你们料想不到的是人子就来了。伯多禄说：主，你共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，还是为众人？主说：究竟谁是那忠信及精明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，按时配给食粮。主人来时，看见他如此行事，那仆人才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。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然迟来，他便开始敲打仆婢，也吃也喝也醉酒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觉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就会来到，必要赏罚他，使他如不信者遭受同样的命运。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，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仆人，必然要多受敲打。那不知道已做了应受敲打之食的，要笑口受敲打。及谁的多，肯再要的也多；交托谁的多，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。上主的话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是今日的福音话，
我们每个人会见耶稣，无论是不是教友，我们每个人会见耶稣，不用怕，不用紧张，不过我们要准备好。准备好的意思是，我们要相信天主的慈悲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相信天主的慈悲。不过相信的天主的慈悲不够，我们都要改变我们的行为。神父，如果我想准备好见耶稣，要做什么？我觉得最好是三样东西。第一，你们听什么，你们都懂听，不过神父会再说。三样东西是很重要。第一，品告解，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好像一个家一人，有事要洗。你们可能是好像我一人，不是很喜欢品告解，有时有人说，神父我不喜欢品告解，神父我很怕丑说我的错。好一点，如果不怕丑都不行，我们不开心，我们怕丑，不过我们应该要洗，我们应该要说，因为品告解之后好有平安。魔鬼会说听日啦，魔鬼有很多，平时魔鬼有两样方法。第一，听日，听日魔鬼很喜欢说听日，天主很喜欢说现在，现在魔鬼时时说听日，下个礼拜，可能出年，不用现在，天主的说话是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魔鬼都有其他说话，其他想法，你改不到。你的告解时时是一人，放弃吧，放弃吧，时时是一人。无论是不是一人，最重要我们不可以放弃。如果你的告解是一人，你不放弃，你走，你去天堂。不过如果你的告解是一人，不过你放弃，我不知道，继续。我的意思不是我们要接受我们的错，不是，我们要试下改变我们的行为，不过不可以说听日，是现在，不可以说啊，不得，我放弃了，都不得，我们勤力试下改变我们的行为。准备好见耶稣要三样东西，第一，品告解，第二，灵性体，小闭性体。我是巴西人，这里有人去过巴西，巴西有很多圣堂，很多人，不过平时没有召拜圣体。澳门什么时间都有，感谢天主大堂继续每日有召拜圣体。如果我做本堂神父，每日二十什么时间都有召拜圣体，因为什么时间我们都要祈祷。你们召拜圣体，继续每日增加弥撒，我们坚强我们的心里面。第三，我们要爱我们的使命。神父，我的使命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知，如果是妈妈，做好好的妈妈，如果结了婚，做好好的太太，好好的先生。如果要分工，做好好的同事。希望没有人会说你分工的时候你是很麻烦，希望没有人说你爱你的工作。如果会煮饭、做运动、祈祷，爱有心做事，品告解、召拜圣体或者领圣体之后，爱我们的使命。
咁我哋会准备好见耶稣。而家我哋自己祈祷，我哋向求天主俾我哋恩宠，继续爱佢，爱人。我哋向求天主俾我哋恩宠，我哋唔可以放弃。我哋要相信天主嘅慈悲，不过要改变我哋嘅行为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大地和人力的产物呈献给你，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神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品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这葡萄酒呈献给你，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我们虔诚地向你呈上这献礼，求你藉此圣祭，以你的圣宠净化我们，使我们受洁身清地侍奉你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改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颂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圣父，我们藉着你钟爱之子耶稣基督，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基督是你的圣宴，你藉着他创造了万有，并派遣他救赎了我们。他因圣神共人有童贞女诞生，他奉行你的旨意，为你争取神圣的子民，受能时伸开双手而剪成死亡，显示复活。为此，我们在同天使和诸位圣人歌颂你的光荣，同声欢呼。圣圣圣，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上主命而来的，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神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靠你派遣圣神，祝圣这些礼品，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
他跟原者石石生受能是拿起面饼，感谢了你，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，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门真好，他同样拿起杯，又感谢了你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生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以为纪念我，以举行这事。丧德的傲迹。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。神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而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，我们享受你，是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，因成神合而为一。圣主，求你赦免何西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众放在脚，我们的主教利班山，以及全体教士，使他们在爱德中一切完善。求你也率领我们的兄弟姊妹，他们为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，并求你率领所有在世的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。求你率领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、圣母的正会、圣约瑟、诸圣中土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献扬你。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在基督内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，及与你同体的圣神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教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神主，我们期待着永生的幸福和教主耶稣的来临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此我们今世平安，使我们仰赖你的恩赐，永久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代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
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善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神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来赴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看，上主谁是敬畏他的子民，眷顾投靠他慈爱的人。他必从死亡中拯救他们，在饥饿中养活他们。做咩收曬佢？
请大家祈祷。神主，你既藉这天上圣粮使我们得到神益，求你以这现世的恩惠帮助我们获享永恒的救恩，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共福你们。阿们。尼撒礼圣。感谢天主。圣罗格随意主保重。天主，你曾垂允圣罗格圣人恳切之祈求，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，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，驱得免疫症之害。我们恳求你，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，赖他的转求，除免我们神形诸疫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大圣罗格，请为我们祈祷。向圣犹达求恩众。去耶稣之群众，圣犹达、中途及致命者、诸德纯全与多行灵迹者，以为一种求恩者之中保，艰难忧苦之助佑。我今投奔以前，诚心求已，藉耶稣基督赐予之大能，救助我于一切需要中，俯听我热切的恳求。我将敏感以为我求得之恩，并尽力传扬以之敬礼。阿们。圣人犹达，为我等祈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